同我哋嘅膊頭嘅色嘅膊頭嘅寬度係一樣。然後手到胸前，我一間先擰過嚟做俾你睇下。手到胸前，即係魚鹹啊！坐下。好啦，做咁先啦。好啦，我調翻轉嚇，起翻地。師傅教咧係要開左腳，但係師母教咧係開右腳。兩個佢哋嘅兩個師傅唔同，所以我唯有跟開左腳同左腳。好啦，你重心，所以你個念頭意到氣到個念頭，重心喺呢度右邊，然後開手到胸前嗱，手到胸前唔係求其咁，你個手啊嗱幾多計啊？好似一條有一個橡筋拉實你咁嘅樣，手到胸前，你睇下我隻手唔係放到直嘅。看到我彎彎地的，即是說你不可以把手這樣直，而是把手彎彎地，看到嗎？因為打太極呢，發拳呢，它真的打上來，真的打拳呢，你的手一撞下去，永遠的手不會伸到直的，記住，一開，你看發拳，正式的，是有一個叫做什麼呢？有一個彎度在這裡，当佢要撞过嚟嘅时候，我嘅手可以褪翻有一弯，你明啦？所以永远唔会伸直嘅，一脚咁就错啦，死啦！明白吧？一弯嘅，记住。所以咧，你嘅手上嚟咧，系咧弯嘅，好似个 elastic 拉住佢咁样，去到胸前，然后坐下，得啦，好啦。嗱，咁我調翻轉啦，坐下之後咧，重心係擺喺個右手邊，抱球一齊落嘅，抱球嗰腳唔遞起，那個落嘅時候抱球一齊，睇到啊？所以咧，你千祈唔好有好多人咧唔知咧入咗先，嗰只腳入錯啦，呢個就係鍛鍊我哋個腦嗰個 coordination 落嚟。然後一齊，所以你要企一定嘛。抱球咧，呢個上面嘅手係胸前，呢個手係到個腹部，你唔可以咁高，又唔可以咁低，明白吧？好啦，然後左攬著尾，咁我調翻轉，左攬著尾嘅時候咧，你落翻嚟嗰隻手落翻嚟，擦過去，左攬著尾，睇唔睇到啊？然後。扣入右腳，永遠就係正話同你講，一個即刻要入嚟。好啦，調翻轉啦，再嚟由頭試過，做到呢度為止。起勢，手到胸前，坐下，抱球，左攬著尾。扣入右腳，看到啊？你的身是不是直的？不要撲出去，那條腰不撲出去，沒錯啦，啱啦。右手點啊？咪擺喺呢度咯。坐後。嗱，坐後係點樣咧？坐後嗰只腳唔喐嘅，腳唔樣喐。兩隻腳都。坐後。淨係膝頭喐。哦。左踭向外。然後重心在左邊，又嚟抱球啦！抱球的時候，右腳擺喺個左，靠個左腳，你做錯咗啦！再嚟睇我呢、這個，再嚟睇我呢、這個，但唔好做勁。點樣咧？坐後，左踭向外，重心在左邊抱球，你睇到嗎？定之後再抱球，睇到嗎？这个时候那个手骨入低，再来试我这个。等右踭扣入，
左后，左张向外，好球。啊，再嚟试过，再嚟试过，呢度大把位，俾个位。咁你个重心系左脚啊？你嚟嚟多次咧，佢仲要换鞋，嚟多次咧，嚟嗰阵再嚟一次。一次。計埋你換完鞋咩？換完鞋，唔係，即係你依度擺翻上去，本嚟咁樣，唔係呢度都係擺翻上去。唔好企，唔問嗰邊，唔好企，唔問嗰邊嘅，起勢，重心，當你起勢嘅時候，重心擺喺右腳，然後你就開左腳，同你個腳骨頭闊度一樣。那个你要穿鞋，然后手到胸前，哎呀，不会，好麻烦，不要理他。坐下，抱球，得一脚唔递起嘅。哦。然后左揽着尾，左递出去，这个是望住自己嘅。而家呢只手咧。是咁樣樣合，一個陰一個陽啊嘛。然後扣入右腳，坐後。扣入右腳，呢、这個呢、这個腳要提高。坐後，左踭向外。個人挨後。踭向外。然後再嚟一個抱球。嗱，呢一個咧，你個手就要咁樣樣啦，即刻要及抱翻球啦。好嘅，再試喎。你試多兩下你就你睇住我哋唔得嚇？呢次我哋自己試，你望咗你啦，佢真係望你哋啊，係嘛？係望你哋啦。要跟住你前線，你念口佢係啦，啲先啦，大概啦，起勢係咪？手到胸前，起勢嘅時候，起勢嘅時候。開咗開咗啦，嗱起勢啊！手到胸前嘅時候，然後先至坐下。坐下係膝頭唔過腳趾。屈嗰、那個膝頭過去屈，膝頭過嗰、那個嗰、那個嘅叫做速度啊，速度係要一樣嘅，一致過嘅。手到胸前，坐下，好球。兩隻手，手腳要一齊，千祈唔好將話我話抱球，你就一隻手入咗呢個，然後先入呢個錯，係要一齊嘅，係嘛 ？OK， 但係呢隻手咧，呢隻手係喺呢一度嘅下邊，係嘛？所以咧呢個距離咧，呢樣已經新定咗噶啦，咪嘅。你已經訓練咗啊嘛，你係依個冇錯啦，咁樣冇錯啦。OK， 嗱，頭先係邊個係最好？我哋咧後面啊，嗱嗰條腰永遠要直。係啊係啊。好啦，再試過睇睇你先。你不如喊一齊，然之後你。係啦係啦係啦，我一路講，我會睇住你。首先係起勢，起勢，手到胸前，坐下。唔再咁低。唔使咁低，係咪膝頭唔好過腳趾啊？唔係越低越好咩？唔係。嗱，我話你聽嚇，打太極咧，嗰、那個嘅度數點為之叫做準確？係你望到嘅時候，當你屈低嘅時候，見到腳趾，你都仲到望到只腳嘅腳趾嘅尖，望唔到就太低啦。打太極唔使屈到咁低。唔係挨前嘅，你依度直嘅，唉。條腰要直，唔準撲出嚟。我挨撲出去。你撲出去，我望到啊！你，但你因為咧，我好緊要條腰係要直，你向前向後嗰條腰都係直嘅，唔可以話哦咁啊條腰咁啊錯啦。打太極係唔啱嘅，嗰條腰冇咗兩隻話錯嘅。我向前，我就咁樣向前，明唔明啊？好啦，再試過，手到叫做企好先。企好先啦，先。我想打。起勢就開咗啦，然後手到胸前，坐下，抱球。呢個抱球咧，你又點樣樣咧？嗱，
你坐下抱球的时候，这个右手向入，左手在底下，看到吗？条腰是直的，不可以扑出来，然后左揽着尾，伸出去，只手在这里，是这样。你要那个波真的揽住那个波，看着那个波，那只脚不用压到这样，是很自然的。只脚顺便收回去，是的，一上顺便收回去。OK， 再試過。因為呢一定要講到嗰個姿勢咧準確，就跌咗之後，先一路打落去咧就會更加好。所以開頭咧，你要忍受一下我嘅囉嗦，重複，同埋咧我嘅標準一定要做到好為止，先再做第二個式，你明白啊 ？OK， 好啦，再試過啊。仲有一樣，當我哋这个起势的时候呢，你打开的时候你要记住那个的脚啊，不是说就这样打开它，是有一个的力在这里，然后慢慢开它做得拉了，然后到这里手到胸前的时候，千祈不要手一快，即是说那些的速度啊是要很慢，一个的叫做什么呢，速度是一樣的，不會說時慢時快，那就不行了，明白嗎？好了，手到胸前，坐下，坐下都要有一個速度、深度，然後抱球，一提，你看，還未得啦，再試喎，因為你要那個手腳坐下的時候抱球，你看啦，看到嗎？一到就要這樣。再試過起勢，幾個走翻啫，起勢，起唔係呢一個咧，係咩咧？企喺度起勢嘅時候，開呢一個腳先，然後手到胸前，坐下抱球，然後左攬著尾。然後將個右踭扣入，哦，因為你冇嚟到，你唔知道呢個嘅左腳啊。哦，再教翻個腳步先，教翻個。起埋我呢度。我要同你同一個方向嚟望。嗱，我而家就係咁講嚇，呢個太極咧，嗰只腳一定要平，永遠平衡嘅。所以你譬如你拱開，然後即刻你要，你睇下係咪啊？試下佢啊！你唔需要睇實佢嘅，但係你以後習慣咗，一開嘅時候。是的，這樣我少少即刻要平衡它，永遠都是平衡的，永遠平衡的。剛才他再落一步那個呢，就轉彎這個呢，由這隻腳又很自然又跟它平衡回樣。好了，然後當這個轉的時候，這隻就這樣了，這個叫馬步，馬步，即是好像這個這樣呢，我這個就要這樣。是 的， 是的，但是記住，當我這腳一出的時候，這隻腳不可以突然間又要緊緊緊上去，絕對不可以。一出一出一轉，係咪啊？個馬一出一轉，要實淨。一出，咁你要一隻腳係有重心噶嘛？唔係你永遠係平衡嘅。一你有重心腳噶嘛？將將咧攬到去啦，呢只腳即刻跟住就出佢。呢只腳一攬到去，呢只腳最 basic 一定要跟嘅就係平衡嘅只腳，大腿呢只咁，呢只就要係啦，係啦，咁先係平衡啊！嗱，咁。咁係啊，你唔使睇啦，係 martial art 嚟嘅，呢個，所以咧，整一下咧，你就好穩陣，有馬步，叫做四兩撥千斤嘅，點樣喐嚟喐去咧？你唔會打低，即係呢個好緊要，嚇，因為個馬步，馬步，因為咧仲有咧，你一路打太極嘅時候咧，嗰個你即係嗰個佢哋識物理啊嗰啲啊，嗰個識係咁樣樣去嘅。這一個咧係好穩陣嘅，你哋嗰個物理嗰個咁樣樣去，所以咧你睇下，你個走嚟走去，仲有打完一個咧，就係你開始喺呢度打咧，打完曬二十四式之後，回翻嚟呢個位置，所以你可以認住自己個位置，唔會走到去邊度，明唔明啊 ？OK， 我試過，再嚟。起勢，
手到胸前，坐下，抱球，左攬著尾，扣入右腳，左後，左踭向外，然後抱球。嗱，你哋仲未穩嘅時候咧，就要練到好啱為止啦。好啦，再試過，即係話你當你一轉嘅時候，坐後，左踭向外，重心要喺呢一度，然後你先至可以抱球。如果你個重心唔喺度嘅時候咧，你轉嘅時候咧就震震震震震震震，成個人就跌㗎啦。你明唔明啊？所以你重心，咁頭先你話只腳要平衡嗰度咧，咁而家呢度講緊唔係平衡喎。你嗰個咁樣樣啊，佢兩個，嗱，而家你個識過嚟喎，因為要抱球嘛。你要抱球啊！你唔係要行步，唔係要行步嘛？行步就要平衡。跟住佢拉上嚟，縮翻抱球。嗱，好啦，呢個係左攬著尾咯喎。再嚟一個右攬著尾又點樣樣咧？開坐後又喺呢一度，又嚟一個抱球。再再再再先，先兩個式啊已經。第一個先。所以先做呢個先。好啦，做咗先。啱啱轉到呢度先。係啦，你而家要你要學到轉到呢個時候咧。可以練到呢一個。嚟，喂 ，Lavi， 你今日有一齊學啊，學緊太極。你識佢嘅咩？我知道你哋兩個係同行㗎，係啦，我未曾話介紹過你哋識啊，點解你會識咧咁啊？本來就識啦，幾廿年啦，唔記得啦嘛。記得咪嚟再温習咯，温温知識咯。快啲啦！快啲啦！好玩啊！如果你記得，你做老師噶啦。快啲！拉開呢凳佢。記得你邊可以做老師嘅啫？我都話唔要凳咧，佢又話要擺喺度。支凳好耐。今日中間幾度？得人之後換啦。得人之後換啦。你係邊邊啊？這裡靠牆，這裡。哎。這裡靠牆。也沒關係，有地方。人家要上廁所，在這擋啊。這裡會上。牆不會擋住。我係只知道你哋兩個係同行，但我未知道你哋。阿弟介紹，有機會介紹你識啦，就係咁啦。就係咁啦，終於唔係介紹啦。佢攞上去，揾人去邊？我真唔使攞埋，係咩？你約咗佢啊？我啱啱打電話俾佢，佢話會嚟45分鐘咁喎。哦 ，OK， 我快轉天。OK， 好啦。好啦，嗱，再試過，你記唔記得㗎？記得啦，有啦，有提示，你企後面啦 ，Sir， 你高得滯啊你。我都話叫企後面啦，你就話唔使。俾你企中間啦，喂。起勢，重心喺右邊，抱球，手到胸前坐下，抱球，左攬著尾，望住隻手嘅手掌，扣入右腳，個腰要直，坐後，重心喺左邊，重心喺右邊。左踭向外，抱球。好啦，嗱，而家你做咗，入咗呢個啦，第二個野馬分鐘，右邊伸過去，右手向外，靠左腳靠入，左踭靠入，坐後，右踭向外，抱球。第三個夜晚分鐘左右左啊嘛，左夜晚分鐘扶正話第一個一模一樣，扣入右腳。好啦，就咁做到呢度咧。呢個係完整嘅一個叫做夜晚分鐘。騎馬。而家你今日做咗兩個式㗎啦，兩個式㗎啦，一個就係呢個嘅起勢，一個就係夜晚分鐘。夜晚分鐘分左右左。你不如打一次俾我哋睇下。好啦。OK， 老師打到佢。每次臨完嘅時候，由頭打你全部要跟。
明唔明啊？所以唔會話誒唔識啊，都要跟，因為未打過都要跟，明唔明啊？好啦，你打一次24式俾我哋睇係咪啊？定係而家再繼續睇啊？睇冇用，一定要跟。哦 ，OK， 起勢，手到胸前，坐下，抱琴。左夜晚一分鐘，望住隻手嘅左手嘅，扣入右腳，坐後，左踭向外，抱琴，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，再嚟試過。呢個一試到要將你一轉嘅時候，即刻轉咗去右邊，你明唔明啊？一、嚟。再試過，下次整啲喵食出嚟先得。聽得懂嗎？聽懂。OK， 我係最新嘅。喵食啫嘛，咁佢破得啱唔啱先拍都有問題㗎。但係應該太極啫嘛，用乜意思？你家做咩啊？你打音樂，音樂卡住有啲有十秒。俾 background music 你啊！阿師傅有俾個 take 我㗎，有音樂。佢已經 download 咗佢有你唔知。而家你上去 internet 有嘅。特別係廿四式嘅嗰個音樂嚟㗎。咁早？你而家播音樂啊？你打唔使你我。OK， 起曬。起曬。手到胸前。手到胸前。坐下，抱球，左攬著尾，左踭向外，右踭扣入，坐後，重心在左邊，右左踭，然後右第二個抱球，左踭扣入。坐後，右踭向外，重心在右邊，抱球。第三個夜晚一分鐘，左踭扣入，這個左右左了，跟第一個是一模一樣了，扣入右邊。好了，完了，這個明白嗎？嗯，轉。咁樣咁樣打曬，總之轉翻嚟呢個就開始先。而家有冇 idea？ 有，有啊，有啲 idea。一個咁樣好啊，係啦。而家好 smooth 啦，呢個咁啊又去咁樣又去咁又出翻嚟又彎咗。當我咧可以仲唔使諗嘅時候咧，即係 music 就賣你又掟你出去，賣你又掟你出去。你個腳啊，你個腳啊，嗰個腳咧咁樣樣向之後咧係咁啦，然後又向呢一邊，所以就係只咁嘅波紋嘅。總之咧賣你掟你出去。OK， 再試過。啊，今次我睇你哋啊。係啊，你講。隻手熟起曬。起曬。誒，嗰只腳唔好求其就咁樣掂出嚟。嗰腳千祈唔好咁樣開嚟。係咩咧？你真係有個重心喺嗰個呢一度，然後你望下。慢開。真係功夫嚟㗎。是啊，唔使屈字。再試過，功夫嚟起曬，係咪好有感覺咧？手到胸前，坐下，抱球。你係嗰個手快咗定腳慢？即係話隻手嚟咗呢度，嗰隻腳先入嚟。你要記住，永遠你一齊嘅，坐落嚟嘅時候一齊，你望下數字都自動做到一齊，嗰隻手自動又向後。幾下先啦，而家自己撥幾下。自己撥幾下。即係自己撥幾下先。起曬呢度坐下，然後抱琴一齊撥過嚟，係啦，即係咁就已經咁啦，一齊撥過嚟。呢個手咧唔係咁高嘅。佢去到呢個胸前，上面手去到胸前，底下手就去到呢個腹部。誒，呢只腳請問係點樣？嗰個嗱，呢個就係啦嚇。好啦，開咗之後咧，佢係咁啊嘛，腳踭掂住咁樣啦。睇完，坐落嚟。係啦，係咯，係啦，慢少少，係啦，慢少少，係啦。開始。
口诀。坐下。系，有冇招啊？起晒，起晒，起晒。喺度啊！起晒咁起晒嘅。好啦，企好。企好，企好。重心喺右边。系。手到胸前。坐下。抱球。左攬著尾。左踭向外，欸，你哋唔好將個右踭靠入。再試過，忘記咗，我靠入咗。右踭啊，右左。我靠入咗，右踭點靠啊？你啊，平右邊啊，你個右踭要靠入嘅啦。唔係，你啲馬步唔使太大嘅，你太大就唔得啦，係啦，唔好咁大，咁大你好難轉彎。呢個。你睇開咗之後，呢個人太大㗎，即係拍得唔會太拖嘅咁樣。你太大嗰陣咩叫收手咁爭我？跟住係，跟住轉翻入嚟咯。你唔好拍得太大，好難轉彎。跟住轉翻啲太大㗎你。你一開咗出去之後啊，你來跟住呢只轉翻轉翻入嚟。平衡翻啊！係啦，跟住轉翻唔得先就挨後。挨後㗎啦，如果唔係會跌㗎。係啊。我而家一齊執先。那個腳咧，一去嘅時候，嗰個踭入嘅時候，睇到啦，個踭。喂，聽嘢啊！老師講你唔聽，你怪罪。O K， 再試過。你個腳係入唔到㗎，即係拍埋啲啊！哦，你先係咁樣，拍到好埋。我中間係有條罅㗎。你哋第日咧攞張紙自己攝下嚇，係啊！你見唔見到張紙？我攝唔到㗎，我見到。你見唔到啊？正常啊，對我嚟講咁樣係正常。係咪啊？即係呢度。好啦，中間條線。然後起勢，起勢，手到胸前，坐下，抱球。左攬著尾，你睇住嚇，左攬著尾嘅時候咧，你咁樣嘅時候咧，喺底下嗰、那個，係，唔係喺上面嗰個開啊，喺底下嗰、那個咁樣踩過之後，嗰隻手踩過之後去啊，睇到冇啊？嗰隻手踩過之後去啊，睇到冇啊？所以咧，你第日咧一路打太極嘅時候咧。個手活咗發氣啊！明白未？好，再嚟再嚟提出去噶嘛？我提起噶，提起啊！提起噶，好啦，然後提起噶，手到胸前，手到胸前咧，個手咧係彎彎地嘅，唔係直嘅，係彎彎地嘅。然後坐下，好球，一字 ，very good， 好多啦。左攬著尾，係啦，然後右踭靠入，坐後，左踭向外，右嚟抱球，第二個野馬分鬃，手。你的腳出咗先，然後先嚟到手，呢個係錯，手腳一齊出。你看唔係，你隻手唔得。再嚟。睇完，係啦，你隻手咁噶啦。坐呢個上，呢個上。我隻手唔好遞到咁高啊。呢個落，呢個上。
係啊，再嚟試過，好自然嘅，係啊。戴好啲手鎖，好自然。嗯，係啊。點會傷下？你再開嘅時候開翻依邊噶嘛？點會開嗰邊？老師，老師，呢個係呢個呢度啦，你轉咗過嚟，然之後再開翻。呢一個咧就係、是。我冇師冇咁叻，係直情係叻到點咧？即係話你喺呢邊打，我喺呢邊做呢邊，同你啱啱係一模一樣嘅，但係又喺我嚟講係相反，你明唔明啊？所以我而家做相反，開頭呢啲可以得，嚇、開始再做過。你一定要做到好為止。要做老雲圖周伯通我可以。嚇、啊！老雲圖周伯通我可以。左手畫圓，右手畫方，乜都得。好啦，嚟啦，起勢，手到胸前，坐下，抱頭，左攬著尾，扣入右腳，扣入左腳，坐後，右踭向外，左踭向外。好頭，我而家同你個方向一樣啊嘛，又再嚟，右踭，右字嚟，我伸出去，右攬著尾，再嚟，做後，好頭。左右手啊，右手嘅手，左右，左右，我先有冇唔啱啊？左手右手搞錯，又 OK， 又 OK， 又 OK。邊個得閒嚟打下嗰啲就咩啊？唔該，你企前啲，你企前啲。其實陣時我哋要有編號啊，阿一號咁樣等，我未知道叫緊你啊，因為唔知叫邊個，即係編咗號。買啲書，我先知你嘅名。喺後面黐住一號要翻嚟，呢個名啊，冇記得名嘅，而且老師都唔會想咁煩啦。雖然係記到名，不過就係一號，咁佢知道，我知道你講啊嘛。因為咧，我發覺你嗰啲手咧，嗰啲手細咧，係嗰個。好，再嚟，我哋佢執正啲，再嚟。我試過啊，好犀利，我企嚟得緊。我成日左右得分，我一樣。起勢，起勢。手到胸前，坐下，抱球，左攬著尾。這個咧你要轉一轉，左攬著尾呢個由呢一度咁樣擦過去嘅。咁啊，唔係呢只，左手右手右腳扣入，坐後，左踭向外，然後又嚟一個抱球。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。第二個攬著尾，你個手腳未夠，嗰個腳出咗先，先到個手。佢兩隻手都反轉嚟嘅，係啦。所以我就話左右嗰隻手。佢就係啦，呢、這個咁嘅樣，你知唔知道你個手咧一路拱嘅時候咧，落嘅時候咁樣擦過，睇住隻手咁樣上嘅，明唔明啊？即係我一咁出嚟。系啦，冇錯，冇錯，系啦。老師啊，咁呢隻上嘅手係唔係？唔係直對直嘅，我隻手係打直嘅，因為只有嗰個叫攬著尾我個先個手指打橫嘅啫。高度係咪照鏡？永遠就照鏡，照鏡。High level， high level。咁呢隻手係去到邊度啊？呢度。中間下邊。呢度係啊。又高喎，你都話你嗰再嚟一個平肩啊嘛，頭先應該擺你揸住個喉嚨。呢一個嘅時候咧，呢個手拉出去嘅時候，呢個手係呢一度，腰嗰個高度，呢度喺腰度。腰嗰個高度，我諗要知道隻手點樣去。呀，係啦，坐後，左踭向外，左踭向外。抱球，又嚟一個抱球，呢、這個又嚟一個抱球。嗱，隻手唔啱要好順利，好順，由呢一度一過嘅時候，一嚟即刻喺你呢個底下。
即係話你睇下你喺邊一度嘅時候咧，坐後嘅時候你望下，咁樣喺邊？好順喺度。再嚟一個係咁樣樣，所以永遠嗰隻手係要擦過，擦得下有即係掂到嘅擦，唔係佢停好似擦球喺度。有球喺下邊，你抱球嗰時候一插開，呢個手喺底下，冇錯，冇錯。好啦，落嚟嘅時候，再嚟一個上向上，呢一個就喺底下啦嘛，明唔明啊 ？OK， 好，再嚟。呢個手唔好太高，因為咧永遠嗰個上面嗰個手啊，風池嘅啫，唔可以太高嘅。手腳分開下，右手右腳。太高啦。意思就是，阿老師你企嗰度好似呢度，我哋打橫企好似可以企多啲啊，嗬，好似係啊，我企呢度可以誒睇得多啲係嘛，或者我哋跟得多啲啊 ，OK， 我哋企嘅位闊啲 ，OK， 好啦，再試過，好，起勢，手到胸前，坐下，抱球。左攬著尾，扣入右腳，左後，左踭向外，重心喺左邊，抱球，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，第二個野馬分鐘，右手，但係咧嗰只右腳應該係要同嗰只。右手一齊伸出去，扣入左腳，坐後，右踭向外，抱球，再嚟一個野馬分鐘，扣入右腳，呢個十扣入右腳係咁多咋，扣入右腳，右踭，係啦，你哋再個扣入右腳嘅時候咧，嗰、那個右腳嘅時候咧。不可以成個身動用，突然間用成個身都喐嘅，明白未？不可以，即係話你一出嘅時候，嗰只腳你睇，就係喐喐只腳嘅啫，明啊？你唔可以一喐嘅時候，成個身都喐曬，知道嗎？嗯，再嚟，再試過。其實你扣入嘅意思即係將我只腳平翻佢，左右左啫嘛。佢個難度因為一個左一個右，永遠就係一個右一個左係咁多，但係方向就唔同啦。好啦，再試過。少少概念啦，少少概念啦。起勢，手到胸前，坐下，抱球，左攬著尾，右踭扣入。嗱，右踭腳你成隻腳、成個身唔得喐噶，坐後，左踭向外，抱球，右手在下，左手在上，第二個野馬分鐘，右扣入左腳，坐後，右踭向外，抱球。第三個野馬分鐘，扣入右腳，係啦，冇啦，明白即係學下掃下呢啲先，掃下呢啲先有。佢一個大家咧練一練，開入，開入， okay. 開入，自己望下。呢一個係好緊要嘅，嗰只腳永遠就係平衡噶。所以唔需要講，不過我係雖然講，但係你自動會知道嘅。腳腳計叫，即係所有個基本功都係呢個噶啦，即係你腳噶。拍到了沒有啊？一明白個 flow 咧，就自然個 body 會。係啦，初初係好難。
但係遲啲咧做好咗之後咧就一啲都唔難。嗱，梗係啦，做 smooth 咗，而家有少少 sense 啦，可以打得曬嗰兩個攬著你啦。咩嗰啲叫咩？攬著你，唔係攬著你，係攬著叫做係啊，攬著嗰個叫做咩啊？嗰個。而家呢個叫攬著尾，野馬分鬃啫嘛，你做攬著尾啊？攬著尾係咁樣打橫去拉落嚟，再推往野馬分鬃，野馬分鬃有名㗎。野馬分鬃，野馬分鬃，即係咩鏡咧？有個即係佢個頭髮咧，佢叫鬃啊嘛。老師，嗰個叫雲手啊，唔係嗰個叫雲手，啲咩照鏡㗎？雲手係呢一個，我個有隻鏡，轉轉。冇咁冇嗰個標誌太清楚，唔係呢間就廿分鐘啊，分開個分，分開個分字。野馬分鐘，野馬分鐘，我幾隻字點寫喎？分開個分啊，鐘鐘個鐘啊，鐘鐘咧佢個頭髮嗰個鐘毛個鐘，鐘毛鐘，鐘毛野馬分鐘哦。好，再嚟，好啦，再嚟試過。但係如果你話根本上機場上可能嘅嘢